你好，我是犀牛。在几天前，也就是2019年的7月4日，新任的地产局主席 Michael Collins 公布了6月的多伦多地产报告。今天，咱们一起来看一看，在刚过去的这个月，大多伦多的地产形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。咱们先来看市场的整体状况。从数据来看，目前416区所有房型的均价是91万5千，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.1%，比上个月下降了2.4%。而905区所有房型的均价为786千，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.1%，比上个月上涨了0.8%。接下来，咱们看一看按照房型统计的市场状况。比较前后两个月的数据，我们可以发现，目前 416 区独立屋的均价为133万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.6%，比上个月下降了3.8%。目前905区独立屋的均价为92万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.7%。比上个月下降了3254块。目前 C6 区半独立屋的均价为106万，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.4%，比上个月上升了4891块。目前905区半独立屋的均价为69万，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.3%，比上个月上升了2.4%。目前 C6 区镇屋的均价为81万，比去年同期上升了9.2%，比上个月上升了1.8%。目前905区镇屋的均价为62万，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.6%，比上个月下降了1.6%。目前 C6 区公寓的均价为64万，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.1%，比上个月下降了1%。目前905区公寓的均价为48万，比去年同期上升了7.7%，比上个月上升了1.2%。在上面的这些数据中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。第一，416区独立屋的同比环比数据都有所下降，看来416区市区上涨的趋势已经得到了遏制。第二，自从去年九月 C6 区的公寓均价第一次超过了905区镇屋的均价之后，两种户型的价格是交替的上涨，而 C6 区公寓的均价占上风的时间是越来越多，直到今年三月开始，一直都是 C6 区公寓的均价超过了905区镇屋的均价，看来这种趋势很可能就此固定下来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一下按照地区统计的房地产数据。图表显示，目前在大多地区最受资金关注的地区前三位是皮尔郡、多伦多市区和河顿郡。对比前后两个月的数据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多伦多市区的上涨动力在慢慢的减弱，市场的方向开始向西侧的皮尔郡和河顿郡偏移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整体趋势。从趋势图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大多地区的房价虽然没有了上个月的那种动力，但是仍然处于明显的上升通道之中。如果未来没有大的政治经济形势变化，在短期内 GTA 的房地产市场会略作调整，但是整体趋势不会有变化。我是犀牛，我在多伦多用工匠精神做地产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不错，欢迎点赞并转发给你的朋友，相信也能帮到他。咱们下期见。